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哦，就是有关技术。我们先跟各位比较，请问 Windows 您现在用的大部分是 Windows XP 比较多，对不对？那 Windows 内建有哪几种部署？好，新系统跟交互，对不对？至少这个你装完了就会有的。那难道真的就走不了什么 Vista 以后有一个叫做微软正规？好，那 Windows 这个当然也有，可是事实上我们在简报里面，你在 Word 里面其实有发现吗？因为你做的或者包括你做的档案，你假设用的很不一样的部署，就特殊部署，比如说像什么华康的还是这个按摩啊、皮啊，什么这个比较特殊的，你拿到别人的电脑询问他有没有装的话，自己会就什么先自己的手段，破坏你的设计的含义。我反正那么可爱的，如果到时候他就装，会被气死，对吧？但是不能这个问题也会有，那怎么办？所以针对具体的部分吧，你今天做的档案，就是因为都是那种姓名跟标题，老实讲，做标题觉得比较力道比较薄一点点，因为它本身区间是比较细的。那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简报上面，你觉得这是什么具体？这应该不是姓名，也不是标题吧？这个就是看起来比较像黑体，对不对？其实你要针对具体的部分呢，有提供解决的方法，提供解决方法。那第一个就是不要增加任何档案大小，比如说不要增加任何你的这个简报的档案或 Word 的档案大小的这种档案，因为什么？我们就叫做这种黑体。那这个黑体呢，是从 Windows 两千就有了，真的 Windows 两千就有了，只是里面是资源有，因为它真的有，它有一个叫做深黑，深黑哈，你看到？我们回到这个简报里面，好，我们先看看哈，您现在看到这边，看到这里，你可以发现它预设都是用新系统结尾，请问，然后这里边是什么？请问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其实因为我曾经用过这个，你在找的时候是找跟中文在一起的，好，你看到这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英文叫这个？听一下吗？新黑，啊，那也要的哈，真的是新黑。那为什么微软他不他没有用中文？因为他偷懒，因为这个是对岸北京的，他微软两千的时候就放进来了，可是那时候政治局势比较不像现在这样嘛，所以不能用中文。你写一个北京三黑完蛋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字形。它事实上，你在看的时候，它是跟中那个中文字体是排在一起的，它真的是中文，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用。不过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2003哈或2002的这个 PowerPoint，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其实选的这个，它在看的时候，就是外面你如果这个字体选了，它还没有打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是像新文字，所以你有可能会误以为我没有做好。好，这是刚开始。但是如果你用那个 Office 2007就没有这个问题，它就是正确显示哈，那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在用之前，我要先问一下，我现在在这边，假设我点了它，我换新黑，请问我下面这个要不要再换一次？要啊，因为每个都是新系统嘛，所以各位千万不能从这里做哦，要从那里做。我们第一个讲的那个。是要从某线做，因为它就是规范我们整个简报里面所有的格式，对不对？所以你要从某线做，所以我们尽量把你不同这个简式里面的某线，还有这些某线，好，你有这种字形的，一定要从这边来才会轻松。你看嘛，我从这边，我外面先打几个字好了，这样你看会比较清楚。好的，我在这边。好，你可以看到这是姓名里没有问题哦。那我们再到这里来，
能用跑步的。好，现在呢，我都把几个数据来了。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在这边直接讲，我们要进到某片里面了。好，要进到某片的。好，我先针对标题某片的部分。好，你就告诉他是标题，就点到它，这里要换成什么？新黑。点到这边换成新黑，点到这里上面换就好了哈。这边好了，好像某片已经改好了，对不对？所以现在马上这样子，然后上面。请问外面的有没有变？还没怎么变？好，你两个主导链刚刚我们讲那边有毛病了，但这不代表说你不能在外面这里改哦。好，如果说你真的这页我就是要不用，你还是可以改，还是可以改的。不过你要注意一下，因为是你有改过的，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受某些影响的。比如说，你看我假设这页我就是这页比较特别，我就是想要去名。那么因为你改过了，所以某件被改了之后就跟他没有关系了，这样你了解了哈。所以你还是可以用，比如说我们某件是先把大的那个范围先归范嘛，那小的你还是可以做错的，好，不会说做了之后就不能改哈。但是就是说，因为你改理解了，所以后果要自己承担的，就是没有改过的，假设改了五页，三到五页都是通通都是所谓的例外。好，就不适用在某片的那个范围。好，这个要再留意一下。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也就是说，你今天我在不增加任何字体的状况之下，我的简报，比如说像这样，我可能先去个图像，那它如果电脑内，假设我用了黑体，什么华康中黑，就会等到我影响了你对视能力，对吧？可是我用这个字体给它，其实它不管有没有黑体，当然不可否认了，这个熏黑它的那个字体。真的没有像那个正黑体那么漂亮，好，一般我们那个什么华康中黑那种那么漂亮，但是就是说至少你多了一个黑体可以用，好，多一个黑体可以用，这是针对自己的第一种解决方法。那第二种解决方法，如果你觉得这个黑体还是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怎么办？比如说，刚好真的是想跟他装一个黑体。假设啦哈，假设你。可能就是希望说，比较什么，像那种复兵体啊，那种比较特殊的事情，你说一定要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看一下这个，我现在就往那边看到的，好，介绍到我刚介绍那个字，好，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我无法看到它，但是我就学起来了，好，我要告诉你们是去哪里。怎么样？他跟你讲一下那个，比较一下看起来长得像什么样子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我就是不喜欢黑体加载东西，我喜欢这种自己的。好，那没关系，那你就带着走吧。带着走。也就是说，你今天呢，我在做这个简报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带跟着那个档案带着走。那你要带着走呢，有两个选择哈。这个第二方案在哪里？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就是当我们在储存的时候，我是麻痹存储的哈，麻痹存储的。好，我们看一下，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工具，右上角。好，那如果你是用2007的话，它是出现在左下角。好，都一样，都叫做工具。工具里面你看哦，有没有一个叫做储存选项？好，这个储存选项，你把它点一下。这个时候。这里就有两个，你可以选择哈。你看一下，在订阅里面哈，对。那么它这里呢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你就得了预设值，这个。好，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因为中文字体嘛有一个问题，因为中文的字体不像英文字体那样，因为英文字体就F6字嘛，对不对？要加上数字而已，可是中文的常用字多少字？6536，6000多字，你如果比较完整的，是13000多字，还不包括那种就是什么特殊的那种造字的。那你如果带那么多字体，带那么多字进去，档案就会变大了。所以说，内定的方法是用这个，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只用了200个字，那就把这200个字把它放在简报里面来就好了。那这样你的简报档案就会比较小一点。
好，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中文的那个字符呢，大概三四十门两难的一个字符，好，一个字符啊。那所以第一种方法，你看他有告诉你，有利于降低反抗报酬，对不对？但是它有缺点，因为你只盖了200个字，所以对方打开之后不能改。因为我怎么帮你改？对不对？我也不能增加。好，所以这个是缺点。但是它好就是档案比较小。那相反的，如果说你先寄给人家，你是希望他能够修改的，那么就是用下面这个选项，把所有的字怎么样都放进来。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子档案会大很多。好，所以可能也许你用那个档案传输的方式，好，假设你要用 mail， 也许就比较行不通，好，就比较行不通，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是方便其他使用者就可以直接打开，好，直接编辑。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方法，好，等于说第一种方法我们就多一个虚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那就自己不喜欢自己带着走，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就是说你用别人电脑的时候，哎，比较不会有那个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人希望说我设计的时候呢就能够跟他是一样的，那这样在看的时候才会比较 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当然就只好用什么，要用图片吗？可是用图片你可以做比较多变化，那因为我们今天不讲 Photoshop 嘛，所以这个可能就不讲。不过一个原则，你要比较漂亮还是要什么？对，还是要 PNG。 因为就好像我在那个影像出来你把字打好之后，我不能那个背景是白色然后就照出来，那就完蛋了，对不对？这样效果不佳，那就不要用就好了。所以说你一定要会储存这种 PNG 这样。好，那你会储存这种的时候，你需要到简单的，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图片上照出来，它就会跟背景然后很漂亮，这样就会你针对字形的部分有没有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做到现在啊，我们刚刚那个简报，你看这样进来了，有背景的，有它的范本的，它也有这个接界图片，那现在标题的部分是不是也做好了，对不对？好，这样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了。好，在这里你们看一下，我们定存起来，在工具这边有一个叫做储存选项，好，这个对话窗口打开之后，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叫做储存选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内存和内存字体。这个部分，您看那个啊，好，啊，没有没有，我简报里面好像没抓这个，我只抓那个里面那个对话窗口，还有没有？像想大家都还清楚吗？应该可以了哈。好，其实有时候我想到想要自问自答，应该还好了哈，所以应该还可以接受哈。好，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先暂停到这。